迪丽热巴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新疆人，五官长得十分立体好看，落落大方又不失婉约。如今的热巴在娱乐圈摸爬滚打这么久，俨然已经成为了一名十分出色的艺人，在各种镜头面前也是十分的亮眼和抢镜。不过有着眼尖的网友发现，热巴在公共场合都有着一个小习惯，只要热巴穿着低胸口的服装出现在人多的场合，就一定会用一只手捂着胸口。对此，许多网友纷纷表示，既然都穿出来了，为什么还要如此做作的去遮挡？作为女艺人，不就是要穿得好看，展现自己的美吗？近日热巴的旧照曝光之后，大家才明白为什么热巴每次都要用手挡在前面。热巴没有出道之前当过售楼小姐，还拿到过售楼冠军。不过当时热巴的穿着打扮可都是十分的保守，相信大家不难看出热巴是一个十分保守又传统的女孩子。而如今身处娱乐圈，很多事情都是身不由己，在什么样的场合穿什么样的衣服都是由公司规划好的，所以热巴做出用手遮挡胸口的动作也就不奇怪了，毕竟身不由己嘛。小伙伴们，你们喜欢迪丽热巴吗？欢迎到下方评论留言哦。